應該先認識一下 Charlene 先。係，咁梗係啦。好啊，即係因為你睇混血兒啊，香港大啊，咁佢都要，我哋都要假公濟師去識下靚女噶嘛。咁你係幾多？你計唔計透落？你幾多歲啊？我幾多歲？有咩問題？略得噶啦，略即係你俾個波拍，俾個範圍，我哋都 OK 噶啦。三十啦，而家。係咪睇唔出啊？三十。你仲要是什么仲要 ,sorry 啊我真的比较直接。仲要通常呢外国人呢 你近一近三字呢开始变化大的了。哦是的。但他混血好彩我就 mix 了一半香港。是的。如果不是呢就老得好快。真的你如果纯外国人呢真的会发现呢他25至30这个阶段呢真的是的。哇这样的。好奇怪的他们一去到你看你只是看什么 Sharon Stone 啊。你睇 Sharon Stone 同即係廿年前同而家咧，係佢好似變咗佢自己個阿婆咁樣。咁你跨啲廿年大佬。喂，咁你睇林青霞廿年前同而家係咪先？咁啊，東方係東方嘅女仔就係有呢一個優勢，但係如果你話輪廓啊嗰啲，又真係西方係平均係靚啲咁樣，嗰啲混血嗰啲咪著數啦。你而家混血嗰啲咪著數啦，好著數嚟啊！好似阿 Charlene 同埋我咁樣，咪混血咪著數。你其實佢係玩自己。我係真係嗰啲，喂，好難令人相信咩？我係混血。Anyway， 咁即係你由細到大喺香港大啦。係啊。咁你係香港讀尊校定係私校定係咩嘅？我喺香港讀本地中文學校嘅啫。由細到大都係。由細到大中文學校係啊。但係咪有由細到大啲人都係嗌你鬼妹仔鬼妹仔嗰啲咁樣嘅？都有噶，實有呢啲，實有呢啲噶啦，大把，大鬼妹咪好咯，即系唔好嗌我鬼婆啦，鬼妹我仲接受到。你覺得混血兒容易俾人帶壞啲，定係普通正常純嘅俾人帶壞啲？純帶壞種呢個我諗係個人本身嗰、那個人嗰個性格。點解我咁問咧？因為我心裏邊嗰個感覺係咩咧？靚女嘛，咁你啲仔一定係即係可能去到十五六歲、十六七歲就已經擁住噶啦，跟住成日就嗌佢去街啊，去呢去路，可能一日有三四個人約，跟住你就即係好多人溝啦，咁係啦，你就越去越夜啊，佢又帶你去有啲懶醒嘅，有啲錢嘅，帶你去威啦，有啲窮得人家啲嘅，帶你去海邊談心啦，咁樣，咁你應該都我冇接觸好多，有冇呢啲機會啊？我自己就好少呢啲嘅，我比較宅啲嘅，即係我好酷嘅自己本身個人，啲男仔都唔係好敢走埋你嘅咋，OK， 所以啲人就你一定係好多人追心都冇，如果知你做。就唔敢行埋嚟，更加唔敢。今時今日知你做乜就唔敢行埋嚟嘅。你呢、這個我啱啱先講佢個職業啊，你而家呢個職業係大概做咗幾耐啊？七年啊，七年係啊。咁開頭接觸呢一樣嘢係幾多歲到啊？都好細個，第一次接觸，因為佢有唔同種類噶嘛。咁我第一次就係五歲。接觸嘅，係、okay、啊，咁就斷斷續續到依家。好啦，開股啦，我哋話俾大家聽，Charlene 其實係做乜嘢嘅？健身教練，係，但係佢唔係一個普通嘅健身教練，佢係參與過電視台嘅一個 MMA 比賽嘅健身教練。MMA 個中文叫咩話？綜合格鬥術。係啦，即係大家見到咧，如果你哋個最基本概念咧。在個籠裏面嚼的簡單來說激戰激戰真的啦激戰激戰係啦跟住張家輝嗰啲係大佬我哋成日會見到一係就 KO 一係咧就鎖到佢拍一係就即係就甩教跟住條頸或者頸骨歪咗跟住然後暈咗條友佢係玩呢啲嘅哦係啊所以你話五歲接觸係第一次接觸五歲嘅其實就係接觸功夫嘅我有玩洪拳嘅哦咁啊功夫先咁都係近呢幾年我就接觸埋 kickboxing 啊 MMA 啊咁樣洪洪拳啊，系啊，硬球啊嘛，洪拳啊，即系咧两个手，两个手咧，跟住咁样叉出嚟，点讲啊？嗰啲啊，嗰个系咪呢？呢个系咪洪拳嘅一招嚟噶嘛？嗰个系 IQ 博士咯，类似啊，唔系啊，真系有呢下噶，双龙出海咁样噶，有呢下，但系去咗你嗰度，去咗你嗰度系变咗其他，好似睇风水咁啊！真系唔好意思，侮辱咗添，笑死我，我掌嘴。咁即系自细习武，啊，头先啊。Gabby 讲是你爸爸都是習武的是他有說我爸爸習武但我爸爸是英国人的、但他就很喜欢中国文化很喜欢中国武术、因为中国人开始不喜欢中国文化英国人喜欢真的的反而西方那边现在是很喜欢是 的尤其中国武术你都发现很多外国人是很喜欢 的他们一是就不玩的一玩呢、
就好 into 嘅，係啦，好投入嘅。呢個就係西方人學中華文化嘅時候，佢哋會有嘅呢樣嘢咯。所以佢咁中意就，所以同你講都係講廣東話啦。係啊，佢話要學廣東話，所以我一出世佢就同我不停講廣東話。所以就變相就你就冇嗰個語境喺英文上面。出名嘅喎，係我即係我師公係劉家良，因為我爸爸係跟劉家良。師傅去學洪拳嘅，特登佢好犀利，特登喺英國即係好細個十幾歲就嚟香港拜師學藝。咁有冇拍過電影咁樣嘅？因為我知道啊，劉家良師傅咧，即係見到啲有潛質嗰啲咧，係會哇，不如嚟玩下啊電影啦咁樣嘅。我爸爸嗰陣就有，因為嗰陣八九十年代咧就好多啲功夫嘅。其實係咪我哋一定係有機會見過爸爸？係咪應該有嘅？可能都有啦。你講得出你覺得你爸爸你最深刻？一套戲，記唔記得名先？黃飛鴻定唔知咩嗰啲係嘛？好多，我自己有睇就係、是《逃學威龍二》有去份咯，因為嗰陣成日重播。逃學威龍二，我調轉背翻出嚟得喎，真係識背喎。佢係臨尾臨尾咯，都射槍嗰啲定係咩啊？專做華人嘅，唔知點解啲西方人啲港產片，啲港產片好衰嘅，好鬼中意將外國人變做華人。逃學威龍二係講緊啊，係。都話入去個國際學校，朱茵嗰套嘛 ，Adam Smith 啊，跟住阿萬達係坐 Follow Me 嗰個啊嘛，訓導主任啊，訓導主任啊，係啊，咁我知啦，一定喺 cafeteria 嗰度已經係懟揾支槍懟住阿細龜同埋阿鋭啊嗰啲，我諗係嗰啲。是那些啊我估系嗰只，定系做去都系嗰啲角色。唔系喎，咁系临尾射啊，周星驰嗰个啊。咁我应该我大概估都系边一个？因为我点解咧？我就将某一啲经常见到嘅武术电影，再加《逃学威龙二》嘅嗰一个画面重叠咧。我谂我大概估到有边几位系有机会，其中一位系你爹哋咁样咯。我估到，即系因为有几个咧，其实你见到佢耍功夫咧系有文有路嘅，系或者动作啦，动作系靓啲。咁个演员名系出英文定出中文噶？佢全名出曬咯，即係我何物佢好得意啊！佢因為佢叫阿 Mark 啊，咁就叫阿物咯，咁啊姓何咯，何物，默認個兜個物。哦，咁你哋可以揾可以 search 到嘅，係啦，咁樣樣咯。OK， 嗱，咁啊自細習拳，跟住之後，你既然啊頭先雖然就係講健身教練啦，但係你一個識得打綜合武術嘅健身教練，參加過其中一屆嘅 MMA 係 ViuTV 嗰個，係嗰個係電視台搞嘅真人 show 啫。你係從來唔覺得自己一個女仔打 MMA 係好牙煙咁樣，佢隨時掹甩你半截頭髮啊，諸如此類嗰啲。佢都其實係㗎，都怕受傷，但係嗰個其實係我人生第一次打比賽嘅，就因為嗰次之後咧。近呢幾年我陸續自己私底下都有去玩，不過就係打 kickboxing 或者散打嘅比賽。kickboxing 就冇咁激烈咯，冇咁激烈，同埋冇咁埋身埋到咧死搲你啊！冇嗰啲鎖關節技啊，落即係唔會落地繼續打咯。屋企人冇反對過㗎？梗係有啦，咁我阿爸就係支持嘅，但我阿媽就反對得好犀利㗎嗰陣。佢反對嘅因由係咩？你係女嚟㗎嘛？你搞啲因為就佢就話。我是獨生女嚟嘅，佢話得一粒女啊，仲要女仔之家打嗰啲比賽，即係受傷咁點算啊？即係就算你贏咗，但係你受傷，即係對佢嚟講少一條頭髮都好心痛啦。同埋佢可能個唔知有冇講埋出嚟個心，你啱畫花咗塊面就一世啊女。係啊，都花咗好多時間，又腫眼又鼻酸咁樣。嗰啲都仲叫你可以恢復得到啊！你有啲咧，你真係一大條嘅咧。嗱，美容專家一大條嗰啲，你唔使驚，依家乜都整到噶，100% 唔得啩？得噶，100% 喎，少少啦，剩翻係啊！我舊年有個 friend 靚靚女女，咁啊好中意小動物，點知唔知點解屋企只狗仔突然間有一下搲佢塊面咬，哎呀，連埋佢個嘴咬，係直情你見到有即係佢嘅形容咧，係有其中一塊肉咧定住咗自己嘅肉咁樣，連翻針咯，跟住先連針啦，然後做好多其他嗰啲美容嘅嘢啦。可能因為我知道有這個位置，你就夾實去那個位置，我就見到它我都會看到，我覺得都好像未是完全 100%， 應該好了很多很多，但都我想是不是真的現今科技不能夠完全 100% 回復，它出來又真的差一點，即如果你只是對那差很遠，這樣差很遠，即是難一點，對這樣真的難的。所以如果剛才像 Charlie 那樣，你花塊面那樣都喂生到你都正如她媽咪說，我一粒女生到靚女，你還要弄一大條疤，不是現在挺好，到時可能就後悔，但是即不打過我又覺得
即係唔甘心啊，想即係會後悔啊。同埋爸爸有鼓勵嘛？爸爸咁佢梗係鼓勵嘅。係啊，喂，佢都咁，所以佢咪要揾我咯，所以咪要處理一啲。我知道咁樣咯。我知道佢呢，我呢、這個我一陣間會一定會問㗎啦。呢個我一陣間會慢慢帶到佢啲男朋友啊嗰啲佢咁就開始就開始問佢。唔係，但係男朋友都要問㗎啦。你拍我估啦，由你學到打到而家，咁你一定有拍過拖㗎啦，中間有冇打過男朋友？好衰啊你！真打就冇，咁即系玩嗰啲咁，梗系有嘅。批赞啦，系。我成日要即系要佢同我玩打交，佢一争西过嚟，应该都咁。就算玩嗰啲咧，都可能会我都中咗都几金啊！嗱，即系好简单嘅啫，你摆下手出嚟，你叫一般女仔，你叫佢打锤，出拳都唔识噶嘛，即系嗰啲。咁樣噶嘛？你而家擺手就叫佢打你，都唔你要扎行，你要扎行，唔使你會咁樣咯，你會射啪咁樣，你會喺度笑緊，會射擺手出嚟俾你試一拳先，係咪？一下科林試下。呢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聲音下載服務，年費1000蚊，請即訂購支持。